对对，没错。那我也希望你在我好朋友的面前，大家面前许两个愿望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个愿望告诉大家。好，第一个愿望我就希望在场所有人，我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健健康康，然后2017年大家一切顺顺利利。好，谢谢。哇，他已经把我的麦克风当分贝机在用了。我看一下分贝大概700的，哇塞。好。